那枚匕首应该就是关键，找到它，也许就能带我回去。我们合作吧，我会效忠殿下。待好，见此戒，犹如见本王。你放我做你的护，你要让所有人都赢，我一直都在。我轻一点。不行，我不能对他动心，我终究还是要离开的。 我命不久矣，在死之前，我想将毕生所学全部传给有资之人。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永远都爱你，你永远是本王的王妃。站！ 我以君北月为敌，你会恨我？娘娘在他手，情况不妙。我真正在意的只有你，只要你答应我好好的保护好你自己，平平安安的，这就是我最想要的。你知道我的什么秘密？尽管告诉我，我最讨厌别人利用你。君北月。